接下来我们的舞台竞演将变成3v4。开会了，开会了啊！想弄什么服装呀？谁会做 PPT？ 目前本公司有3位无敌精英。哇，这真的很粉啊！废话不多说。嗓子哑了吗？嗯，感冒了。他们不是你。觉得我要猛一点，然后就嘣，然后紧接着懵了。不对，你不能这样走。然后怕忘动作自己，真的是做到你也能做的极限了。这次合作跟以前不同的就是，这次自己尝试了设计舞台、设计 PPT， 就真的很有校园的感觉。哦，真可爱。镜头面前的这种互动是有细节的，把这舞台当作是一个自己的游乐场，我可以玩得更嗨，那就更棒了。不管是从造型也好，这个差距太大了。我们要加油了，我很期待5年之后，当你们再拿起乐器再来呈现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。